来吧，那个我们的惩罚是什么？你们的惩罚非常惨烈，你们都是靠脸吃饭。对呀、啊。但接下来的惩罚，就是要从脸上做文章。一起来还是一个人来？你准备这么多夹子，起来呀、啊！你准备这么多夹子，感觉是我们几个人要一块来的感觉。这样可以把这些夹子夹在任意一个五官的部位，手啊、鼻子啊、嘴唇呀，哪怕是眉毛啊，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从那儿一扯，扯下来。我可以夹啊，但是我一定要让他拉，我要成为他第一个拉过的男人。一定要夹在肉上。这里有假体。李总，我没有假体。他整张脸都是假的，夹耳朵，夹耳朵，夹耳朵吧。知道吗？我是处女座，我关注别人微博，你在夹哪里？夹哪里？哇，这个位很痛哎！哇塞，他好狠啊，他夹一点点。他为了等你，已经长出好几根了。你在干嘛？你是脱毛协会会长啊？对着镜头，你数到三一起扯，我扯快点就不疼了。哦呀，哦呀，不是说好的要数到三再扯的吗？来，快让我喊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和这个泳衣比较疼还是这个疼啊？你俩分享一下那个疼的感觉。那我得试一下。腿有一疼。他那泳衣在平时他没有穿的时候只有这么长，哦，特别小，特别小。然后我们每次要赛前穿泳衣的时候要30分钟，为什么把它拉上来？要拉30分钟，一点一点把它拉上，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紧。会喊吗？哎呦，哎呀。哇！你是那种，他们孙杨有爆料说你经常在比赛之前会自己挠自己，什么？他爆料我吗？当然，说了很多。我都怎么能这样？我都听不下去了。真的，是你咬自己，还说你踢，各种踢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踢沙袋很厉害啊。为什么要踢沙袋？解气。好酷啊！好酷吗？你们会踢沙袋吗？哎，一脚可以踢起60公斤的沙袋哦！就飞走了。